翡翠这个东西真的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值，不喜欢真的给你一块冰种帝王绿，你可能说它是大理石。翡翠不是一个标品，它没有价格区间的，没有一定那个判断的。你觉得值你就值嘛，真的在我这里买翡翠的也有啊，就一些币买回去就觉得不喜欢，然后过几个月他过来退货，他觉得老五你怎么那么黑，赚了我那么多钱，不是我真的求着你买的，是不是？你合适你买嘛，不合适咱不要嘛，是不是？实在话嘛。老哥心塞不塞？你知道结果了是吧？不知道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今天能不能成为四位乐王就看这一块了。来上钩，哎呀哎不过它有点偏蓝水，还可以。我都说了，可能达不到冰，只能再干一刀再干干了。这个没办法了，可能底下化了嘞，说不定啊。皮壳是挺好的吧，肉也挺细的，有蓝水也不错。这蓝水的也值钱啊，这么大个蓝水，画个蓝水镯也不得了啊。老板，来呀，大生意啊！这里再来一个盖子，这边稍微切厚一点点嘛，要不然看不到肉。我感觉它这个皮挺厚的吧。赌蓝水手镯了，大哥发财。有蓝水手镯也不错的，那一条也稀少啊，我都很少见。看这一块，这一块，这一块，来三二一，来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能不能开宝马住豪宅？老哥，别墅位置选好了没有？发财。哇，有种，不错，雪花棉。哦，它这个很怪哦，重量是对的了。这里有道冰啊，还不错，但是可能做一些特色件啊，我感觉也没必要再切了哦。要不下一片下来看看，要不要下？就看你想怎么处置。你如果要变现，这种放中介大概率有人要。如果再切一刀的话，可能里面越垮，越切里面越没种。你放中介，它这里有种吗？这里有道冰的，可能有对眼的人买回去做这种设计的特色件，可能他会愿意。如果你想自己雕的话，就再下一片。智慧乐王的梦想可能要因此破灭啊！来看看这个老哥，老哥你自己来吧，来吧，五个上，五个上，来，上钩。哦，妈嘞呀，拜拜又能能喊连连了呀，大哥，来这个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三二一，嘣，拜拜又能能，这个也是的啊，大概率，这个更白，雪白雪白的，来冰种油青，三二一来，发财，哇，它贴住了啊，没错，油青，差点以为是蓝水，发财了，一样的冰种油青，一样的，这个暴露了，这个等我贴住贴住，来三二一来。雪白，比比两个，这两个哪个白啊？这份还行，有点价值的，这么大份料嘛。打珠子好不好看？我感觉做牌子可能会好一点。打珠子这种棉可能别人欣赏不来啊、哦。它有化冰啊，局部有化冰，还可以哦。那就又下班了吧，我们再等一等那一块了，等一等这一块，快点啊，安排啊，辛苦辛苦，门堂。哇，这两份可以哦，蛋面的话应该能取，种还不赖哦，但是这个切就有点费头脑了吧。哎，这块等会给你拿去手切嘛，我给你问问大哥回来没有，就我视频里面那个专属切石头的那个大哥，走吧，直接搞嘛，这个费手指啊，小心一点哦，实在不行拿榔头砸好了，砸好像砸不掉了。这裂的妈都不认识了，那确实头疼啊。哎，种还不错哦，就确实这个取不了单面，取一些小件，伤脑筋啊，大哥，来磨一下啊，拿去放放中介看看还有没人对。哎，你觉得这种放中介有人对吗？太差了，没事，直说就好了，怕什么？走吧走吧，别切了，吃饭了。这关键太裂了，太小件了。里面的横七竖八，取不了。有的好小，这么小件。如果是真的质量低的话，那这种还是都可以取，达不到那个质量。自然观看，这还算不错的，就是确实太难取了，这真的横七竖八，收着吧，到时候放中间看看有没有人要。走吧，一起去吃个饭，带大哥去湖南大酒店安排一下，安排一下，我哥从浙江过来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完了完了哥，要不再来一刀了，中间干一刀了，死心死透一点。那是神仙难断寸玉啊，我以为好歹有糯化了，这个真的有点像共生啊，你看这里水墨共生一样，你看这里是冰种的吧，但是它旁边又那个啥，哦，这个皮壳上面都表现出来了，之前你说的那个冰邦就是这种的，但是它有点像水墨共生的，那是晶体一样的东西。连连了哥啊，今天四回乐完当不成啊，那没办法了，那这回真的是真的下班了啊，老口号啊，赌石需谨慎啊，不如干什么，下半句由你们来好吧，给我再创造一句口号。